大家应该都是记忆很深哈、哦。当初他被抓去关的时候，我大概一个月哈、哦，整整一个月哈、哦，从早到晚都在动员大家给他声援哈、哦。我想很多人都会有很深的记忆哈、哦。那今天的判决结果，就像那一天在民雄大戏前面，他跟我讲他搂着肩讲的话一样，一切应该会没事，那如他所愿哈、哦，我也恭喜他。我不知道他一起吧，反正一审无罪，二审这样虽然是判有罪又是自由身，大概他也是至少不是很满意，应该可以接受，对他来讲。我对这个都很，我从头到尾我的重点只有一个，就是他不尊重女性，然后呢给我非常不舒服，然后给我威胁，这一点我还是从头到尾强调，应该要跟全国女性道歉，这个部分就是我真实的重点。至于那一天他是性主权讲的话，我觉得他一切都如他所愿，我也不喜欢。